这就是恁阿妈判刑迄天吼，透早的影片啦。阿伟，你免烦恼啦，哎，老人家无也是上的啦，一定会回来的啦。足少才看到啦，啊，身躯拢无啥物件呢。阿伟，何太太，伊真来看你啦。我叫拉威的名字，我叫拉威的名字。奶奶说今天晚上要请你吃饭。嗯。不不不，伟啊，大康明明在这里。那个红衣小女孩是要把她带上去的，可她可能不怀好意。那天吼，你看到阿伟吼，你是去看到魔神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他昨天晚上又来找我了。呀。大家拢去万隆坑啊！大家拢去找伊啊！你还要继续跟吗？每年在山里失踪的人很多吗？其实该带走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你们。何作伟，醒一下！我留下就好，您快走。